3月31日，李晨心疼范冰冰彻夜拍戏，凌晨微博发文为女友打气，称每一个努力的过程都值得被纪念，为我们加油。照片中范冰冰身穿戏服，低头看着剧本，十分认真的记台词。她还晒出天空列中飞机的镜头，网友见此纷纷留言，晨哥这么晚还不睡啊，注意身体。哎呦我天，这么晚也能抓到你，你不睡觉的吗？在明星外表光鲜的背后，总是有数不尽的汗在流，默默努力着，所有努力都不会被辜负。